刚买菜回来，下好大的雨。今天把我床上被子洗了，没多多好天。昨天洗了我女儿床上的嘛，今天又洗了我自己床上的。早上那么大太阳，结果说变天就变天。阳台上已经晾满了，然后被子我就给它晾在这儿了。这下雨，屋里比较暗。刚刚去菜市场买了点菜，买了一块这种带排骨的五花肉，这种带排骨的五花肉，这是53块钱的，还有一块夹心肉，还有豆角跟花菜，这点菜又将近100块了。还买了2包这个蒸肉粉，等下来做一个粉蒸肉。做粉蒸肉一定要买这种带排骨的五花肉，我女儿喜欢吃排骨嘛，喜欢啃骨头。然后呢，粉蒸肉必须还要有五花肉，有点油才好吃。吃也能吃了，就蒸一会儿吧，再蒸一会儿更嫩一点，蛮香的。冬瓜炒肉片，粉蒸肉怎么样呀？那个粉蒸肉怎么样？挺好吃的呀。这里边肉没尝，我刚刚已经尝了一块了。现在烂了没有？我尝的时候还没怎么烂，挺烂的。
这夏天炒好饭都不想吃了。你也就吃那么一点饭，不是已经吃了？多吃点菜。粉蒸肉是用什么肉做的呀？猪肉呀，还有排骨，下面有排骨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呀？下面有排骨，上面是五花肉，弄，这个都是排骨。嗯嗯，下面排骨多嘞，我把五花肉把挑在上面，那样油就淋下去了。你吃吧。嗯，你不要不要，我前面已经吃了，我不想吃了。这里淋了一点水进去了。是红烧的好吃还是这样好吃啊？这样好吃。真的？嗯。这样省事一点，红烧的话麻烦一点。这样香一点。红烧就是吃那个感觉，红烧那个味道，调的料啊什么的，这个粉香，呵呵，味香，这个肉不腻，这个肉香，红烧肉吃多了就腻了，是，嗯，下面有排骨，多吃点，嗯，我爸吃还是，你爸加班，晚上让他回来吃一点，他就喜欢这种糯糯的。这五花肉也不腻了啊、哦嗯，粉把油都吸掉了，不腻，香，都是肉香。